去。哎，老董，你喺岸上边等我得啦。呢只龟唔至于会害我嘅。确实，如果大龟系想我死嘅说话，咁当年阿柱要拉我落水嗰阵，佢又唔会将我救上岸啦。我鼓起纯阳道力，慢慢咁行咗落去。之前爷爷曾经嘱咐过我，话唔俾上藏龙山，又唔好落玄武湖。但系时至今日，呢两条禁忌早就经已唔重要啦。以我今时今日嘅实力，如果落一个玄武湖底，都会浸死喺其中嘅说话。咁咩道天劫上藏龙山，就谂都唔使谂啦。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391章，千年以前的斗法。我落到水之后，喺湖底嘅位置出现咗13块钉喺地上边嘅石碑，而每一块石碑上面啲字我都系睇唔明嘅。只但系佢哋望起身又非常咁熟悉同亲切，似乎喺我嘅 DNA 当中就能够同呢啲字产生共鸣。石碑之上缠绕住啲铁链，铁链就锁实只大龟，束缚住佢嘅自由。而喺当日，我第一次落到玄武湖系为咗救我老友阿柱。当时当阿柱要找个人同佢战尸底而拉埋我落水嗰阵，就系呢一只巨龟救我，将我送翻出水面。三年之后嘅今日，我终于踏浪而来，喺湖底见到咗巨龟嘅真面目。佢生得好大只啊，仲大过部车。咁大只嘅乌龟都真系世所罕见。喺方家大墓见到嘅嗰隻巨龟，同佢啊根本冇法之相比。我打量咗佢几眼，发现佢四肢同埋条颈嘅皮肤已经系巢掹掹咁样，身体机能亦都好差。唉，正所谓神龟虽丑，就犹有竟时。眼前嘅巨龟的确系有一种奄奄一息嘅感觉。而喺佢身上边笼罩住一股漆黑嘅水气，应该系纯正嘅五行之水喺度保护紧佢嘅身体。跟住我就望向咗嗰条粗壮嘅铁链，发现呢啲铁链条条都发住幽光，充满住强大嘅符力，上面展现出嘅符文我亦都系从嚟未见过嘅。但系有一点可以确定，呢一啲符文隻隻都系极为厉害嘅真杀符文。我嘅心底又不由得有啲怀疑啦，用得呢啲咁神鬼莫测嘅手段去囚禁住呢隻大龟，咁我而家去放佢走真系合适咩？经历咗咁多事之后，我早就冇咗年少时候嘅嗰种冲动，反而系分外咁冷静。人性系复杂嘅，而修行到有灵智，掌握咗人类智慧嘅妖怪，同样亦都系复杂嘅。我唔会再咁单纯咁样用纯粹嘅好坏嚟定义一个人，嚟定义一只妖怪。善恶总系如影随形。呢只巨龟，佢救我系善意嘅一面，但系佢未必就冇恶意嘅一面噃。呢阵巨龟又开口话啦：孟安，咁你哋孟家人到底可唔可以还我自由啫？我摇摇头话：呢一啲石碑、金制符文同埋咁高精度嘅铁链，都系用嚟镇杀强者嘅。咁我真系好惊，贸然放你出去会铸成大错噃。而且就算我真係想放你出去，以我而家嘅实力根本就斩唔断呢啲铁链呢。听我咁讲，巨龟双眼就眨咗两下，
两行清泪滚滚而流。这种带着五行之水力量的泪水，就算在湖水入面都显得无比那么晶莹。神龟前辈，你不要那么伤心自啦，我没话不帮你。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取得我绝对的信任，同时我都要有能够斩断这些铁链的绝对实力，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唉，我这世龟又没有犯过什么错，我都不过是这一场昆仑神山和凡人之间争斗的牺牲品者。在这场争斗之中，我背负了完全不属于我的责任。在阴阳二界，圆门也好，道门也罢，再加埋魔门，个个都想做神仙。而我只是想要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我想通了，无尽的寿命对我来讲，组织经已不重要了。这一番好像发牢骚一样的说话，但却令我眼前一亮。昆仑神山和人类之间的战斗，以前无论是张成宗定是北老九，他们所讲的说话当中都看不起昆仑神山，甚至是加以提防。这两个人，一个是千年之前的成名天师，另外一个就是当今风水玄门数一数二的带头人。那两个人都不约而同这样对昆仑神山怀有敌视的态度，那就真是耐人寻味了。我强行按住好激动的心情，开口问他，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啊？巨龟那一双好浑浊的眼睛就望神我说，因为我的主人和你们孟家的祖先有过一场激烈的斗法。什么话？难道他口中所说的孟家祖先就是张成宗所说的白衣孟仙人？是那个靠着一人之力降下先天伏羲八卦，封住藏龙山的那位孟家人？而这只巨龟的主人又是什么人呢？我摇摇头啊，乜他们斗过法泥咩？我真的没听讲过吧。但是相关的事我都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一些千年以前的高人和相关典籍我都有看过见过，希望你老人家能够如实相告啦。好啦，我不会呃你的。话说当年我家主人年轻有为，可以说是惊才绝艳，就算是在昆仑山之上亦都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天才。只但是他后来却是遇到了宿命之中的对手啊。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392章，虽千万人吾往矣。这阵听到巨龟咁讲，我成个人嘅呼吸都变得急促起身。莫非呢一只巨龟嘅主人就是董小小嗰副青铜小冠上面嘅嗰个骑龟人？于是我开口问，你主人嘅宿命对手系唔系揸住把黑色遮噶？冇错，你用嘅呢一把白骨剑就是在他身上得回来的了。而那个揸住把黑色遮的人是白衣孟仙人，一个以凡人之身
企及到仙人高度的强人啊。在这一瞬间，我只感到整身好像被电流经过一样头皮发麻，因为按照陈秋生和张成忠的讲解，那个来自昆仑山的人抽骨为剑，然后用这把白骨剑打败了陈秋生，估不到这个人就是骑龟人。我跟着又问他，那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打架啊？大龟恶高个头望实个天，想下想下想了好耐，才慢慢这样向我讲述一切。那原来我哋孟家嘅祖先白衣孟仙人，就真系人如其名，个名叫做孟白衣。当年曾经上过昆仑神山学艺嘅，佢天赋好好，学习道法，练气练体，总之系手到拿来，学乜嘢都一理通百理明。而喺风水秘术上边嘅造诣，亦都系达到一天才嘅水准。咁后嚟佢学成落山。又入到皇宫做风水师，做得咁上下啦，佢又发现喺当中有住好多好唔公平嘅地方。因为喺当时，风水秘术乃系皇家御用之物，喺民间想要掂到风水呢啲嘢，简直难过登天。而又因为咁样，所以好多百姓啊喺日常生活中就会犯落好多风水常识性嘅错误喎，譬如话。咩厕所门口啊对住自己个房门，灶头啊对住洗手兜啦，等等等等，搞到呢就住不得其位啊，居不得其所，生活受到好大影响。呢一啲嘢都系孟白衣所唔愿意见到嘅，所以佢后嚟就想有一个普及风水知识嘅宏愿，令到世人呢都能够分享到正確嘅风水知识咁话。之但系。昆仑神山并不同意他这样做噃，事关他们认为，若然这些风水知识广为流传，那在民间势必然会出现很多练气的高人，更加会出现那些能对天地造化的风水师。那一旦指这些人出现得太多，自然就会威胁到昆仑神山的神圣地位，同时呢，亦都会对天下之间的风水龙脉产生改造的想法。咁喺呢个世间上边，陆陆续续咁样出现咁多斩龙风水师，就是最好嘅证明啦。呢个时候，那个出现喺黑水龙潭用白骨剑嚟斩杀陈秋生嘅昆仑神秘人，佢系姓封姜，喺屋企排行第三，所以大家都叫佢做封姜老三。这个封姜老三在昆仑神山落嚟，嚟到玄武湖边找到了孟白衣，说他既然嚟得昆仑山上学艺，就不应该违背师门的意思。孟白衣笑着咁拒绝了他，两个人倾了好耐，卒之一言不合，在玄武湖上边打了起身。那个时候，孟白衣的实力竟然突破真龙境，几乎是达到了仙人的水平。孟白衣以一介凡人之身打败了封姜老三，那场激战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在封姜老三失败之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只要世间的风水师练气，就会遭到五弊三缺的诅咒，边个都走不掉。不过封姜老三虽然不同意孟白衣的所作所为，但是对这个同门师兄弟呢，本身亦不是怀有敌意。于是就有了封姜老三将神龟安排在这里帮助孟白衣镇守住藏龙山的封禁。而孟白衣呢，说有朝一日他的后人破解到藏龙山的谜团，那这只巨龟就能够重获自由。刹那之间，孟白衣驱动灵体在大山之中搬了13嚿巨石过来，削石成碑，将诡异的符文注入到石碑上边，然后再用铁链缠实只大龟，又将黑龙遮钉在巨龟的背脊上。一轮操作之后，封姜老三对孟白衣
讲咗一番意味深长嘅说话。当初昆仑神山制定风水规则，控制风水术喺人间流传系有原因嘅。你而家将呢啲风水玄学又是传翻开去，一定会得罪好多人嘅。你行嘅呢条路非常咁孤独，亦都非常危险啊！孟白衣就凄然一笑话：，虽千万人，吾往矣啊！凤姜老三听佢咁讲，最终无奈咁叹呢一口气，然后就离开咗藏龙山啊！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393章冷面人。听完大龟嘅描述之后，我谂翻起嗰个昆仑黑衣人封疆老三嘅说话，就问佢：点解封疆老三话将风水秘术放出去会得罪人呢？仲有啊，佢话又是放翻出去，系咩意思啊？大龟眨实对眼，冇去回答，而系反问我：你知唔知风水术第一次得到咗大胜利，喺人间广为流传系几时啊？哦，呢样我都系清楚，系喺秦始皇统一天下嘅时候，嗰一次真系极大咁样促进咗各种风水学派嘅出现，可以称得上系风水术喺人间嘅一次大胜利啊！咁话说，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到咗晚年，知道人嘅寿命总会有尽头嘅，于是有咗长生不老嘅諗法。佢发布帝王诏令，如果有人能够带佢见到仙人，或者系帮佢寻访到仙药，咁均能得到封赏。咁有句话叫做上有所好，就下必甚焉。一时之间，啲咩方术啊、炼丹术啊大行其道，各种修仙炼器嘅典籍不停咁样面世，以及最开始嗰啲五行阴阳学说理念都系喺呢个时候总结出嚟嘅。咁传说当时啊，帝都咸阳云集咗成万嘅风水方士啦、炼丹师啦，仲有好多人从四面八方带嚟咗仙人嘅消息添。咁但系秦始皇亦都唔蠢噶，呢班人啊，十个着咗九个系呃佢啲封赏嘅啫嘛。喺佢嘅眼中，佢相信嘅就只有两笪地方会存在仙人同埋仙丹，一个系西面嘅昆仑神山，另外一个就系东海海外嘅蓬莱仙岛啦。于是喺秦始皇嘅超灵影响之下，有人自发向西寻找传说中嘅昆仑神山，寻找嗰个同周天子见面嘅西王母瑶池。咁亦都有人租船出海寻找嗰个所谓嘅海外仙山，寻访仙山仙岛上边嘅长生不死之药。而可惜嘅系，呢班向东向西向东西嘅人呢，终究话咩都揾唔到，得个吉，搞到秦始皇啊嬲起上嚟，大量咁焚烧各种典籍，又有唔少嘅方士同风水师俾佢斩头同坑杀，搞到成个天下都动荡不安。于是风水术亦都喺短暂嘅巅峰过后，随即进入到低谷。巨龟又话：你讲得冇错，不过秦始皇呢，查实到死之前嗰一刻，依然都唔会忘记佢嗰一场长生迷梦。佢带走咗成万个风水师同术士嚟同自己陪葬，佢嘅灵寝入边
又收埋好多嘅秘典。咁从此之后，好多嘅秘典就失传咗啦。对于你哋人类嚟讲，可以话系一大遗憾啊。哦，说话又唔可以咁讲嘅。我哋人类社会会不断咁样涌现出新嘅天才，咁自然能够创造出比以往更加经典嘅经典啦。巨龟把声就好沧桑咁话：秦始皇嘅长生大梦，虽然最终都系实现唔到，不过佢派出去嘅两支队伍之中，走咗去昆仑神山嗰支，居然喺大山之中揾到咗同仙人有关嘅嘢噃。我个心猛然一震，关于秦始皇求长生嘅种种故事之中，最广为流传嘅就系徐福出海。但系我真系细估唔到，佢竟然亦都派咗队人马西行上咗昆仑山。我不由得皱住唐眉话：之但系佢派咩人去边度，同我哋要讲嘅嘢有关系咩？嗱，呢只巨龟同我之间所讲嘅嘢，明明系昆仑山同人族嘅纷争，孟白衣同封疆老三嘅争斗，而家一下子跳到秦始皇派人西上昆仑山，这个跨度亦都太大啦。巨龟笑住话：啊，你唔好急住，听我讲先。呢一支向西行嘅人马，计落都算系成功咗㗎。佢哋系咪揾到啲咩呀？咁啊，当然啦。话说当年秦始皇派出一个姓冷嘅风水术士，带住一支军队出咗关崖。诶，对对，咪住先。你话呢个风水术士姓咩话？姓冷咯，有乜问题咁啊？哎呀，咁啊，梗系有问题啦。事关先前嗰只七眼魔，佢口中所讲嘅大哥，亦就系袁天罡嘅弟子，带领百人风水师队伍进入藏龙山嘅领头人，咪又系姓冷咩？而喺秦岭营造长生神武嘅养魔仙人，亦都系姓冷嘅。咁唔通呢啲嘢只系纯粹嘅巧合，定系话有一定嘅关联呢？我好努力咁样令自己冷静落嚟先，又问巨龟：咁你知唔知道佢叫咩名啊？但系巨龟却系讲唔出呢个姓冷嘅风水师嘅名，只系话佢有个绰号叫做冷面人，系一个意志非常坚定嘅人。佢认定目标之后，就会一门心思走到东，不撞南墙就不回头，系一个好硬颈嘅超强风水师。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394章，冷面黑衣。巨龟就跟住话：这个姓冷的风水师在咸阳受到秦始皇的接见，奉旨带领一支千人队伍西出咸阳，势必然呢要找到高山之上的仙人。他们一路西行，沿路发生了雪崩、极端的寒冷、疾病、瘟疫等等各种各样的磨难，最终这支千人队伍剩低不到100人就入到雪山。换作是一般人早就放弃了，但是这个冷面人呢，死牛一边颈得来，意志力非常坚定。他坚信神山之中一定有真正的仙缘，亦都有仙人居住的地方，而家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仙人对他的考验。咁或者是这个冷面人的倔强感动了上苍，又或者他十年大运真的到了，
在一片茫茫白雪之中，他忽然望到远处出现了一处仙境噃。哎，咁当堂所有人一下子精神大振啦，跟住冷面人啊提气直走，冰天雪地，呼呼声北风，所有人啊完全都系靠住最后嘅信念喺度坚持。而就等到佢哋就嚟到达仙境嘅时候，忽然间一阵狂风吹动，成个岛咁大嘅仙境竟然系从眼前消失咗，剩返一处孤零零嘅山头。阴公咯，听到呢度我心諗，怕且佢哋遭遇长途跋涉之后又冻又饿，竟已出现咗幻觉啦。又或者系遇到咗海市蜃楼。神龟又继续讲故仔啦。话当时呢支队伍一瞬之间意志崩塌，甚至有啲士兵掹出佩剑咪要自杀。而冷面人呢亦都喺呢一瞬间有啲顶唔顺。不过佢知道自己系首领，如果呢个时候连佢都崩溃埋，咁佢呢一行人就真系彻底玩完啦。点算好呢？冷面人急中生智，佢哈哈大笑咁指住前边，目光异常咁坚定话：咁多位勇士，唔好伤心。你哋系普通人，所以先睇唔到个仙境啫。之但系我冷某人开过天眼，我仲可以见到佢。咁多位，你哋入去隔篱嘅山洞等住我先，我会继续登山寻仙。七日之内，我一定会求得到仙人授予嘅长生之信。到时候，大家都可以长生不老啦。冷面人嘅呢番说话为剩低嘅人都带嚟希望，几乎疯狂崩溃嘅士兵冇去怀疑佢，而系听从咗冷面人嘅安排，喺雪山冰川之中揾到咗一处暂时落脚嘅山窿，跟住冷面人就一支弓咁样向住啱先见到嘅嗰个仙境嘅方向出发啦。而等到啲士兵都见唔到佢身影，听唔到佢声音嘅时候，一直喺度夹硬死顶嘅冷面人卒之系双脚跪地，失声痛哭起身。佢呢一场大喊并冇感动天地，亦都感动唔到佢认为居住喺群山之中嘅嗰啲仙人啊。不过喺情绪得到发泄之后，佢成个人反而轻松咗唔少，佢嘅心境亦都喺呢一瞬间清明咗起身，意志又得到恢复。佢喺呢个环境之中揾咗好耐好耐，卒之皇天不负有心人，佢喺一片废墟之中发现咗一道青铜铸造嘅大门，又喺门上边见到上边嗰啲仙人仙丹等等嘅长生景观雕刻。呢一啲嘢正系佢梦寐以求追寻多年以嚟嘅梦想啊。冷面人欣喜若狂，而就喺佢准备返去山洞揾嗰班将士，想要将呢个废墟之中嘅青铜门运返咸阳嘅时候，一个黑衣人嘅出现要阻止冷面人运走呢一道门。个黑衣人话：呢一道门係安放喺昆仑神山入边，只有咁样先至唔会将灾祸带到人间。之但系你若然执意要带佢走，咁成个天下就会有大灾难啊。咁换作系平时啊，或者冷面人都仲听得入耳嘅。之但系今次系完全唔同啦噃。冷面人带住成千人嘅队伍出发，如今剩低嘅不过百人，经历嘅九死一生，千难万险，你老尾啊，讲几句说话想打发我走。冷面人当然唔制啦，冷笑一声话：我话知你系边个啊，唔好拦我。就算我冷某人应承，我身后边个一千位兄弟都唔会应承。你冇经历过我嘅磨难，就唔好喺度冠冕堂皇讲说话。黑衣人笑一声话：呢种机缘
唔系尔等蝼蚁可以享用得到噶。我等蝼蚁当然唔会享用啦，但系冷某人同你讲，我唔系为咗自己，而系为咗我哋嘅皇帝陛下。佢系天子，自然有享用呢种机缘嘅资格啦啩。天子啊，当年周天子西上昆仑山，咪又系得个吉。冷面人一听，即系事可忍啊，孰不可忍，嬲到个肺都歪埋，一个唔该，同黑衣人啊大战起上嚟。两个人都一身通天修为，呢场大战引嚟咗天象变化，喺雪山之中狂风大作，犹如人间地狱一样。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395章，大幕由此拉开。话说冷面人同黑衣人一个唔该打起身。这个冷面人呢，本来是受到秦始皇亲自召见，委以重任，亲口封的皇家风水师。在术法上边的修为啊，本来就是属于最顶尖的那班人之一。而在这一路之上经历的种种磨难，更加是打磨了他的筋骨和意志，亦都在悄然之间提升了他的境界。这阵的冷面人在经历多年辛苦，即将要成功之际，他是横遭阻挡，所以他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啊，连自己都想不到啊。他搏晒老命地打，竟然在又动又饿的情况底下，打败了这个要阻止他的黑衣人。冷面人一手揸住黑衣人条颈，冷冷咁话：我话你知啊，呢道青铜门乃系上苍赐俾皇帝陛下嘅仙缘，我一定要亲手将佢带翻咸阳，请众人破解。今日我唔杀你，唔系因为我心底善良，我只是不想因为杀人闯祸了给皇帝陛下的仙缘啫。即刻同我烂，再啰嗦咪怪我辣手无情啊。他大手一扬，将黑衣人掟飞出去。而他之所以没落杀手呢，除了因为刚才讲的原因之外，亦都因为这个黑衣人来历神秘，如果贸贸然咁杀死佢，就怕日后自己会惹上一身蚁。黑衣人喺半空中打个关斗，然后后退几步，一仰手，身上边嘅黑袍鼓荡，召唤出一只雪地灵狐，快速咁跑去嗌帮手过嚟。冷面人啊，都系表现得非常豪迈，喺仙门前边盘腿入定，就坐喺度等你黑衣人揾得几多帮拖。事情闹到呢个田地，佢必须一劳永逸咁样去震慑呢个黑衣人。